最强的能量在哪里？很好，人类的核燃料比我期望的更为强大。喧哗吵闹，给我上！是。这些巨大的能量能帮助我制造绝对能源，距离我的成功又接近了一步。怎么回事？最近我们陆续出现能量爆冲导致失控的现象，估计是与我们体内的基因石能量有关。话说，昨天普利士为了救我而爆冲，真让我有点感动呢。普利士，以后我长臂一定保护你，成为你坚强的后盾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神机手，你是不是把基地的设备弄坏了？怎么可能是我？啊，变形联盟，浩肯星人袭击了核电厂，希卡把所有核燃料都抢走。目前核电厂已经无法运作，估计平行室马上就要大规模断电了。什么？我们马上就到。长臂，你和我去追踪核燃料。霹雳炮，你和海城去核电厂支援受伤的群众。神机手，你在基地负责通讯支援。长臂，我们快走。嗯。普利士很强。爆冲后的深渊浮力是更强。如果我能控制普利士，那可就有趣了。用核燃料提炼的绝对能源，能量果然强劲。这个家伙可不好相处啊，样子凶巴巴的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人。我们看上去像个好人？起码我们长得好看呐。那倒也是。希卡，你能不能把他样子也改造一下，例如接近我们英俊潇洒。很好，这样就更容易拿下我的目标普利士。普利士，你们只要追踪我传送过去的放射反应位置，就能锁定核燃料。收到，马上就能调查清楚。找到了。放射反应远远超出正常的核燃料，奇怪，这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小心！是铁阵啊！我的手下败将怎么又出现了？意外吗，变形联盟？复活厄运之后，我又把更多的老朋友召唤回来了，多亏了人类的核燃料。去吧，铁刃！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！裂隙爆炸力士！想拿回核燃料，有本事过来拿呀。裂风暴长臂，这边交给你了。正合我意。这让你试试这一招。
四重击。我说铁刃啊，你虽然复活了，但还是一样虚呢。哎，别跑啊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嘿，这那是为什么？这里有个空间站。欢迎来到我的移动基地。这是希卡的陷阱，他是故意把我引到这里的。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，我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核燃料，而是你啊，强袭普利士，拿下他。哎，驾驾嘿驾嘿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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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生能量爆冲了吗？这就是我要的。可恶！不要抵抗了，让这股邪恶的力量完全控制你吧。这么一来，你也能成为我的傀儡。这，希卡，别妄想了。是超星普尔达，攻击，快攻击！家伙，哼，只差一点，普利士就是我的了。启动转移模式。哼，倒是逃得挺快。我要打倒所有人。呀！哼！呀！强袭普利士，醒醒啊！我要被神元机体控制。哎，没办法了。超级普尔达，对不起了。强袭普利士，换天机！醒来吧，强袭普利士！普利士，普利士！普利士，快，快来救我！怎么了，长臂？大事不好了！我追着铁刃，被他逃了。我就想回去保护你，但是我又迷路了，救命啊！普利士，喂，哎，你真无情！哎呀，谁来救救我呀？老哥，谢了。你还要多多修炼呢，普利士。是啊，哥哥。